这是迪拜帆船酒店，据说这是全球第一家七星级的酒店。当然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它下面，这是我们福建建筑竹业生产的户外种竹地板。我们福建建筑竹业生产的户外种竹地板已远销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，所以说产品好不好，客户说了算哦。